孩子都缠男孩子的身体吗？缠，很缠，但是我能装。仙女是不上厕所的。哎，这种是上厕所的，那这个人太帅了。那哥哥真的很帅，真的，女生你看这一种的表现好吧？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怎样怎样？太开心了！在身上怎么样？没有翻到，没有翻到，我咋来了？给你说点水。今天咋这么好呀？来，那啊，真香！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呀？吃饭出来带钱了吗？谢谢哥。哎，你给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啊，不用了。你好，美女，我是他哥。嗯，你好，我是他嫂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走，一起吃点去。没想到自己才是小丑，把钱掏出来。哎，等一下哥，咋？不结色吗？不结啊。我再给你200，结个色吧。给钱也不结。不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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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打出去。司机火车站，跟司机开慢点，我有点晕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有点晕车。哎呀，有点晕车。哎呀，美女，我车都还没启动呢，晕啥车？没有，车还没启动呢。那么草率的。我的气质你模仿不了。哎呀！啊！你我太难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有女朋友吗？你们就跑吧。你们就愿意当单身狗吗？你加上我的微信，你们就有女朋友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是不是确定你要那个富婆不要我了？对啊，就因为她能让你少奋斗两年吗？何止是两年啊，最起码20年。是，她是能让你少奋斗20年，可是她也会让你少活20年。说的好像跟了你，你就能少折腾我似的。兄弟们，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不爱出门的人，身边呢也没有什么男人。可是我今天在家，我看到了男人啊！对面有两个小哥哥，他们在干嘛呀？看我呀，兄弟，我就在你们对面，看我呀，看我哥哥。看来这个女人多半想男人想疯了。做你女朋友吗？不能，滚。我给你看样东西，当年我妈妈追我爸爸的时候是个宝贝。 What? 哎呦我的妈。其实不是宝贝不宝贝的，重要的是我喜欢的是你。你爱我怎么做，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，要我唱几首歌。所有女生看帅哥时表面上波澜不惊，其实内心啊能多看一眼是一眼。真的好帅呀，那眼神，那身姿，那气度，真是太厉害了。万一他不喜欢女人呢？笑看云烟风景，对酒山花。